你的，你就快点做你的。当时是莲塘的牌坊门口碰到这位乘客，这位乘客是当时的情况是小孩的那个母亲呢就来哭，他的父亲呢抱着那个小孩就从那个牌坊里面冲过来，小孩的母亲遇到哭了遇到说他的小孩子休克了，当时情况相当危急。我当时看着他们匆匆忙忙跑过来的时候，我就下车打开车门帮他们先进，打了110叫那个交警呢帮着疏通那个交通，开到前面一点就看到那个铁骑了，叫那个铁骑了帮忙。碰到这个情况的话，第一个心里就是人人都是父母养的，都有小孩，不管是谁都会碰着也会这样做的，是不是？